重现江湖，武林自传，还看今朝。他出了飞刀飞剑，掌风响雷响电，万夫朝中一红，好情人气重现，闯荡江湖，千山大片长出妖神，建功立业创新天，凭我几手空拳，彩霞里阳光下，展露我的青春年，看今朝数风云，似英雄出少年。每天早上起那么早，为什么我还没有发财呀、搞什么东西啊，每次我洗澡的时候你都要跑进来上大号。今天是不是礼拜天啊？不是了，你最希望天天礼拜天。如果你不把车卖了，我们也不用天天挤公车了。拜托，一个月音响被偷了8次，轮胎被干了7次，上班找车位我还找好几个小时，投币还要投到12点，公司楼下停车场一个小时要30块，你养得起吗？我是养不起，我已经汗流浃背了，我还不是湿哒哒的。哎，车来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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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你不快点吗？车走了。司机啊，还有人没有上车。司机，上次司机啊。我看还真准啊，满六合彩都没那么准。这死胖子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早。哎，早。哎，早。早。哦，对不起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恭喜你啊！啊，恭喜你！谢谢！一切都靠你了啊！谢谢！哎，恭喜！恭喜什么？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，大家一致决议通过，你们是最适合去大陆为我们接洽那个1881生发水的广告代理权的人选。那个地方是个山旮旯哎。哎，其实那个地方不算偏僻耶。哎，你们坐火车去西安，再搭7个小时公车。再骑骡子走半天，然后自己爬个山头过去就到目的地了。这是我登台一演的造型啊，怎么样？哇，哎，真像是个状元，好有型啊！有型就来捧场。下个星期啊，我在大会堂为母校筹款一演，我帮你订了10张500块钱的票。哎呦，帮你订个10张500块的票哎，那就是5000块呀！我今天怎么这么衰？不对，衰呢？怎么样，迟哥、九哥，别闭人太甚了，追再追到这里来。别闹！哎，先别动手，我最怕看到血了，我先闪一边去。啊，不，有话好商量吗？还九哥？被人扁一顿啊，活该！哎哎哎！怎么那么难看呢？你又挨揍了，疼不疼啊？当然痛了，废话。我帮不了你的忙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你帮忙还不是多一个挨揍的？哎呀，哎，要不找个医生看看呢？哎呦，我领悟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做人一定要发财。废话。什么废话？我这一次去大陆决定干一票大的走私生意。哎呦，这是不如了，烦死我了，忍耐一下吧。我跟这些东西坐一部车，我看山都快颠破了。
我们生产的住院房，你有嘛事就找咱啊。他说了半个钟头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哎，就这句话我听懂了。嗯，哎，那他说什么？他说这间是总统套房。神经病，总统坐牢的地方比这还漂亮，先想个办法做走私生意吧。哎，不行，走私是犯法的。哎呀，我管他犯不犯法，先联络他们。哎呀，神经病啊，没有电话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通知他们呢？哎，他们借了一级通讯设备给我。嗯，哎呦，怎么会这么先进呢？绝对保密，这是交易地图。哦。哎，行不行啊？当然行。呼，大哥，三更半夜来这种地方很危险的。那有什么比穷还危险呢？同志，同志们，你们在哪里呀？俺在这儿呢。啊？他们在那里。哎，你就是池先生？哎，是啊是啊。货呢？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哎呦，真点呐，还发了。这是汉朝的马，这全是中国的国宝呀。哦，哎呀，还挺像真的呀。是啊。哎呀，我们所卖的全是真货，这木有假的。是吗？我只是要假的，我要带回香港去骗香港人呢。哎呀，这里木有假的，全是真的呀。如果这些是真货，那都是国宝哎，不能要啊，被抓到会枪毙的。哎呀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我们是警察，不要跑，开枪啊！站住！走啊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开炮了，快走啊。哦，哎，志远，你们先走，俺拼了命要掩护你们。哎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那俺先走了。哎，你们监护俺啊。好，好，再见两位。哎，快下去找那两个有枪的。没事了，我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你真够义气，一点不像你平常的为人，谢谢你哦。投桃报李，我也被毒蛇咬到，现在轮到你帮我吸毒了。投桃报李，你要我帮你吸毒啊？是啊。吸哪里啊？这里的。啊，屁股。谢谢你啊。哎呦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干脆壮烈牺牲算了啊。你叫我死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没搞错。每次吃饭我都让你吃大份的，三明治中间火腿也给你，上厕所也让你，你被毒蛇咬我帮你吸毒，你现在不把我吸，这么恶心的事你也让我做，你算讲义气吗？那我怎么办？哦，你要打死我？是了，你镇定一点了，你没有看过石头人救自己吗？嗯，你快趴下来，会不会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快趴下！啊！那个石头龙是个白痴，害我火烧屁股啊！哎，你不要跑，我不认得路啊！我要杀掉那个石头龙！阿迟！等等我，阿迟啊！我好害怕，阿迟！等等我，阿迟！
摔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叫一声啊？我摔下来嘴巴都是水，怎么叫啊？去。哎呀，快点想办法出去啊！哎，那边有个东西。哎，小心点啊，不要乱动哦。聚金赠与有缘人，我发财了，我是有缘人。啊！小心了，我。才动了机关的了，你没看到那边写着安心的人有祸了，现在连洞口都封住了，快点找出口吧。这么大个元宝是人都会要的。哎呦，赶快找啊。哎，那边墙上有字耶，唯一生路涉水而过，第二十世还要再下水，快走吧。吸引力，连蛇都喜欢咬。你少幸灾乐祸了。哎，怎么样嘛？到底是不是出口啊？啊，像是出口啊，感觉上好恐怖哎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一入铜钱，大放光明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管他是真是假，反正我们又没铜钱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行不行啊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试啊。这堆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哇，好漂亮哎！真难看。这么难看，你还说漂亮？哎，你说我们两个能不能出去啊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一代大侠龙剑飞葬身于此。名字很实惠。就是他。哎呦，他的样子好像我老爸哎。嘿，别开玩笑了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生气的时候脸会不会变色？不会啊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啊？没有啊。你很不对劲哎。哎呀，你烦吗？哎，可是你的脸怎么会那么黑呀？神经，怎么这么黑？不止手黑，你看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是你自己啊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像个神？你还笑我是个黑面神？不是，是 Michael Jackson。
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黑人，就是他的祖先中了毒，一定是刚才的水蛇有毒。哎，怎么办？对了，五代大侠身边多数带有解毒的仙丹。哎，你看啊，这盒在刘大侠身边找到了。哎，大还丹袋，可能是这种啊。哎，一本书，拿出来看看。是两本书，哎，解穴。我再倒倒看啊。如来神掌。哎，还有哎，这什么？不知道。和解百毒，倍增功力，一定是这种了。哎，有救了！你运气不错啊。怎么了？看到解药就那么开心呢、啊？这个就是仙丹。吃啊，快吃了吧，能解百毒的啊！来吃。我们是不是兄弟啊？当然是，快吃了吧。事就一人一半。不行啊！如果不是你会说我吃屎，取笑我一辈子。不行，那不是兄弟了。嗯，哎哎哎，我你神经病啊，干嘛咬我啊？我把毒传一点给你，你一定要吃，一人一半。嗯，你中毒身体是大块的。我这辈子没做过错事，唯一做错的就是交你这个朋友。还真的有效哎、啊！嗯，哦，是吗？嗯，越来越白了，恢复的好快哦！哎哎，好嘞，真的有效，我们要发了！哎哎哎，你怎么一跳跳这么高啊？我天哪！难道我们有内功？也许拿那本书来学一学。好。这个妞比香港小姐还漂亮，先回家啊！快下去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猴急嘛？你不怕他脸上有毒啊？哎，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看什么？他在眨眼睛。嘿，不会吧？啥事儿？想干啥？想把俺哄得破格的，公主啊，俺想有好一会儿喽。是你们救的俺吗？不是，是啊是啊，是我们救的你们。那俩穿的衣服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你穿的不快？听你们说这话，好像是状元场。哎，对呀，他俩跟咱一样，都是男班子，说的是状元场啊。公主啊，咱俩也来说状元场，好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趁着天还没有醒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怕什么？就凭他，我们俩一压就把他压死了。哎、你可别小看他，他是天下邪派的第一高手，他的武功很厉害。嗯、公主啊，你先带他们走，我来挡一阵子吧。小白，你要小心点儿，我们赶快找出口吧。你可别动了。哎呀，他动了！公子啊，你快出掌打开个洞口啊！公子。你吃了大还丹没有？吃过了。哎，我们打开药液，我来教你练活下伽罗。这是什么？那教的这本书上面的心法，你要运用丹田之气发出笑声，你试试看。笑啊！再用力的笑。对，出掌。搞什么？没有用啊！你这样子太儿戏的了。来，你再继续笑，要笑得高兴一点哦，照书上这样子笑，再笑。对了，好，继续笑。对了，要用坚持的力量来笑啊！笑，准备出掌，出掌。哎呦！
干什么？快过来啊！干什么？我的样子很狼狈吗？别担心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我带你们去香港，他找不到你的。香港。香港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哎，走走。嗯。往这边。就算你到天涯，我也要找到你。公子啊，您的这盏油灯怎么这么奇怪啊？现在改名字了，叫手电筒，一吹就灭，你试试。嗯。请问两位公子，现在什么年份？90年了。来一点。公主啊，你看这里的家具还有这洗澡桶都跟我们用的一样。哎，不是，那是用来大便的。大便。对了，90年是至元几年啊？至元几年？几百年吧。几百年？我们这一睡就睡了几百年。是啊，几百年了。天蚕抓我来国墨之前，逼我跟小蛮服下了千年人参王，说是可以增加800年的寿命呢。可能。好了啦，我不管你什么可能，也不想知道天蚕是什么人，我只想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。我的名字叫做小蛮，她呀就是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云罗公主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下跪啊？我是查理斯王子。我是查理 B 王子。查理 B， 这是我的婢女，叫小蛮，她是南方的蛮族人。蛮族？那怎么会说国语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早在元朝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流行国语了。那我跟你也是蛮族了？对啊。天蚕是天下第一邪派的高手，天蚕脚非常的厉害，他抢了千年高丽人参王服下，已经有1000年的寿命。再找到大侠龙剑飞之墓。要拿如来神掌秘籍，我想要阻止他，谁知道被抓住了。来到这里，少林寺的神僧也追到，他们跟天蚕决斗，点中他的死穴，但已被天蚕的内力给震死。天蚕也僵化了，在昏迷之前，用天蚕神功把我们两个人给包了起来。想不到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。你们真的是元朝人啊？哎呦，可是稀有动物嘞！稀有动物，天蚕为人有仇必报，他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。哈，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带你去香港。你选香港小姐已经定了。赢了有没有赏银两啊？你好像超龄了。哎呀，就算没有超龄也不行啊！他们两个没有身份证怎么过海关呢？你神经啊！哎呀，反正是要偷渡嘛，偷渡进去还要什么身份证？你看，过了这两道铁丝网呢，就是到了香港了。再晚一点呢，那些阿兵哥去摸鱼的时候，俺们就爬过去。不过要是遇到老虎的话，咱们大家各自保重了啊！你去看看啊！哎呀，这么矮呀，一跳跳过去了。哎呦，胖妞，你少跟俺吹牛了。哎，就算是世运的跳高冠军，都跳不过去的。对不起啊，他乱说的。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哎，要死了！要死了！居然闹翻我的桌子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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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俺知道俺犯的思想上的错误了，俺自己会批判自己的，你放了俺吧。哎呦，该死了。小蛮，快点走吧。好了，快点，没有人跑了。还不走啊？快点走了。出来，快说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是秘密分子。他们是秘密分子啊！哎呦，哇，没想到现在的秘密分子逃亡真是处尽了奇招啊！哇，秘密分子这么大本领，也要报告上级，派特异功能的人来抓他们。你少在那胡说八道了，报告上级，
有人能够这样逃过铁丝网吗？你夸大敌人实力，不把你调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才怪呢。就当嘛事都没发生过。是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嗯，快起来，送你到北大荒接受思想再教育。饶了俺吧。这里就是香港吗？听说这里叫九龙。公子啊，这间房子就这么大了吗？拿拿，我告诉你啊，香港是寸土寸金，你就委屈一下吧。乱打人呢，公子。哎呀，公什么子啊，叫我辉哥就可以了。你肯收留我们就已经是大恩大德了，我们又怎么敢奢求呢？小蛮，小蛮，以后公子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，你可一定要听啊。是，公主。知道了吗？五公子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小蛮做的，请尽管吩咐。哎，你跟这两个怪人扯完了没有？强大可怕的淫贼，竟然穿着这么淫邪的衣服！公主，公主，你快下令，我们一定要把他凌迟处死啊！不要吵了，坐下。不要管他们了，都请了半天假，该上班了。叫他们自己看说明书吧。哎呦，这些说明书不是英文就是意大利文，你想想，他们俩能看得懂吗？看图画也应该懂啊。啊！神经！啊！淫贼！啊！妖女！啊！快要他有电视中用石头砸死他们呢！你们千万不要乱动那些东西哦。我去上班，等下班回来我就教你们怎么用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带着电，电，懂不懂啊？公子啊，让我们自己摸索一下这其中的奥妙，也许能够得窥一二呢。公子啊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公主是宫内女工缝纫第一高手哎，也是珍馐百味斋主大高手的唯一传人哦。她缝衣做饭的功夫，那才是独霸天下嘞。小妹，把衣服洗了。啊，怎么你们这里的布料好像粪便那么臭呢？少说废话了，走吧。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要动那些东西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忘了问他们，这附近哪有小河？我现在怎么洗衣服呢？你还吃得下？今天在办公室里吃了老板的排骨还没吃够。就算我不吃，别人也得要吃啊。他不会用厨房的东西，搞不好弄得瓦斯外泄了。哎，满屋子的瓦斯千万不能按铃，一按铃就爆炸了。总让我们进去看看呢。啊，我们公主说不行就是不行的。公主说过，我说的话就是她说的话。说的也是。来，什么事啊？把门关上。是。伺候。是。哦，冷气电视全开了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好吃。太好吃了，嗯，这些菜呀，全是公主做给你们吃的。嗯，真的？她会用厨房的东西吗？哎，公主来了。伊兹米亚提的，是哪摸来的？不是啊，我照着书上自己做的。你有布吗？用你们的窗帘布啊。哇哦！难怪这么眼熟呢。嗯，我也做了一件呢，不过现在不给你看。说真的，你到底是不是古代人呢？又会看时装杂志，又会用屋里所有的电器，你有没有骗我们呢？没有啊。喏，你说的那本意大利文的书啊，我能够看得懂哎。少吹牛了，干脆说成吉思汗是你老爸。不对啊，他应该算是我的曾祖父了。
我能看懂这种外国文字呢，是因为有个叫马可波罗的外国人来过京城，是他教给我的。马可波罗？马可波罗是你师父？对呀。哦，还有啊，你们放在食物箱里面的面啊，拿，这是我当年送给马可波罗带回意大利的。嗯，什么？意大利面是中国传过去的？不可能吧？还有哎，这个烧饼呀，也是我们教他做的。披萨是中国烧饼。宋代有个人叫武松，武松的长兄叫做武大郎，他专卖这种烧饼的。要说武大郎是卖披萨的，你信不信呢？当然信了，所以武大郎穷得把老婆卖给西门庆了。还有这么多，怎么吃得下呢？以前皇帝用膳呢，有100多道菜呢。这叫什么？哦，你吃的这个叫香酥鸭盒子。嗯，好甜啊！这条是什么？甜香一品糕，是用7种水果做成的甜品呢，是我做的。哦。那这个呢？是你辉哥的皇室牌香皂。哦，嗯嗯嗯，哎，怎么这个都上桌了？哎呀，奴婢罪该万死，我用完就忘了放回茅厕了。真是你真倒霉啊！呸、哎！你没事吧？吃公子水来了。哎呦，吃大虾！哎，这样好了，我去换我的新衣服给你们瞧瞧。好啊。我看了会长针眼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嗯，我的内裤怎么不见了？公子，小蛮漂不漂亮啊？啊，你，我的新衣是不是华丽又不凡呢？哇，你连我的传家之宝都用上了，这条裤子是我哈尼送给我的，每次见面都要穿这一件的，还给我！不要，不要，还给我！拿来！德性不见人也好。公主，公主，你一定要替小蛮做主。请问池公子，你是不是看过他的肚脐了？哦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污垢的肚脐。公子，小蛮11岁的进宫，她虽然是我的妃女，但是跟我情同姐妹。她从小就守身如玉，绝对是处子之身。小蛮，你过来吧。他的手上还有颗手工伤呢，如果公子真的跟他有继父之亲的话，我就把小蛮许配给你。啊，看一下肚脐就要我取这个38，那沙滩走一圈不是捡都捡不完了。公子言下之意是不要小蛮了。 Of course。 小蛮，你就在公子的面前自尽吧。自尽呢？好好。这么严重吧？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元朝的女子贞操观念是一样很重的。公子看了她的肚脐，如果你不要她的话，她除了死之外就没有第二个选择了。不可能吧？一定有办法，你想想看。有，不过你一定不会选的。什么不会选？一定选。就是杀死你。其实小蛮也不错嘛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他手上还有手工纱，哎，上哪儿去找啊？就像猫熊快绝种了，物以稀为贵啊。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哎呀，凡事不要太执着了，明白吗？古代可以娶3妻4妾啊，你就将就着点，娶她回家里啊，当个女佣人使唤。就算你出去花天酒地，你说 yes， 她永远不敢说 no， 是不是？嗯，真的不吃亏。真的。
过来。你不是不要我了吧？要我娶你也行。真的？不过以后我叫你坐就坐，站就站，叫你洗脸不能洗手，叫你刷牙不能漱口。遵命，家夫同夫，相公。如果你不守妇道，我就把你休了。先帮我捶捶背。不行，我们还没有成亲，不可以见面的。哎，一切从简，立刻报道。不行了，最少要接下头巾嘞。头巾是吧？李晨，捶吧。先捶腿。这不就成了吗？公子，如果不是蒙你们相救，我们就会长埋在古墓之中了。既然你有旷世奇缘，吃了大还丹，有了50年的功力，我索性依照秘籍教你练成九式如来神掌，也免得绝世武功失传了。如来神掌共分九式，学会第一到第八式就可以独步江湖。至于最后一式万佛朝宗，那更是天上地下有武功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招。相传只用过三次，第一次是释迦用来打败大魔神，第二次是火云邪神打败三绝掌，第三次是龙剑飞打败天残脚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在听啊？这个我们当然有在听了对不对啊？而且很认真的。在了吧，看你的样子根本就不想学如来神掌。我很认真的，我很想学，学的可以发财耶。如来神掌包含了内功、外功、轻功，还有防身真气，学成之后呢，就等于练成了所有的武功了。所以骨骼跟根基要适合才能够练的。我怎么样？你自指鲁钝，骨骼平常，心浮气躁，顶多练个七旋斩。我在山洞里就已经会使用七旋斩了。你那一次啊是互打互撞，根本不叫练成了。小蛮啊，你依照秘籍上的修炼方法到那边去教你相公。走吧。那边。哎，那我们怎么练呢？我现在教你第一式，火背吸天。火背吸天。舌顶上颚，气运丹田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把你的真气运至全身。已经学会了火背吸天的内功心法了，现在运用真气从30楼跳下去，你就可以九霄云外翱翔天际了。跳下去啊？哎呦，好高哎！你真的要我跳下去？姿势一展开，你就有如神龙在天了。哎，你不要唬我了嘛！我不跳行不行啊？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跳下去。公子，干嘛？你看着我的眼，看着我。在我眼中，你看了什么？哎，你知道我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陪你下去。疯了，要我再飞上去，有电梯不搭，白痴。哎，你昨晚练功练得怎么样？我学会了前面八掌啊。我比你行，七旋掌我全学会了。哎，其实我们武功盖世了，干嘛还要上班呢？你以为武功盖世就要抢劫银行了吗？做人要脚踏实地耶，最起码做完这个月再说吧。有道理。哎，竞争。哎，竞争。干什么？我睡觉的了。又来一步了。哎，看来只好搭专线公车了。快点！你们排队好不好啊？你们这
老太太，不要紧，来，我帮你忙，来，哎、慢慢的，不要急啊，给我慢慢来嘛，来，不要急啊，来，孙子，好，慢慢来，哎、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来，那个小胖上去，那么缺德，好，叫他们上去，来，好好好，哎，开门呐，哎呦喂。还不还？九哥，你又来了，我好怕怕，你不要打我了。这么说是没钱还了？有也不还给你啊！你每一次打我，你都打得那么狠。当然要狠，而且每次要换花样，不然怎么够刺激？哎，阿辉，让我自己跟他们去太平厅，兄弟一场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，就让他们打个痛快好了。走吧，啊。我请你们喝茶啊。这个人呢一向是最公平的，从现在开始你打我一拳我劈你一掌。不打行不行啊？不要打了，不打不行啊。不被还钱行不行啊？哎，不还钱就行，不过不打就不行啊。你们还真打？你说不打不行啊？哎，你听不懂反话，现在有地位的中国人说话都不算数的，打死你这个臭小子！滚！滚！是不是？现在轮到我兄弟们上场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宰了这个臭道士！相信我没骗你吗？来，戴明明。娘子
哎，原来你的如来神掌比我还棒，那不是天下无敌了？还不是呢，天才比他还厉害。傻瓜，天才在大陆怎么出来啊？有什么指教啊？擦了他，无理取闹。找死啊你！嘿！哈这位同志，出手太重了吧？少管闲事，我只是教训他，不取他性命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彼此都是气功师。但是同志的功夫好像特别的霸道，不像是特异功能中人啊。你是谁？我叫颜真。老家伙，你的样子是很辛苦对吧？你也很辛苦，看看你吧。小费力了，老家伙，你这副骨头撑不了多久了，也撑不了多久的小兄弟，大家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？好，可大家都不要这么辛苦。一二三，严师傅，严师傅。好，我们的内功平分秋色，是我还有一招百年功力的天蚕脚，现在我要跟你比试一下。严师傅打他。严师傅教训他。打什么打，没看见我快起不来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们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，不喜欢跟人争强斗狠，你喜欢怎么样随便你好了。好，你不敢跟我打，以后这里就以我为尊了。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。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哎，你带制作费跑哪儿去了？昨天你不回家睡，小蛮咋呼了一整夜。每天早上起来也不发财，我只好去澳门赌一赌了。你去澳门吧？我还在澳门引起轰动呢。我昨天在百家乐台连中21口庄呢。你发财了，可以走了。这今天连输22口鞋呢。通常的结局都是这样子哦。你先不要跟人家说话好不好啊？那制作费跟武行的钱怎么办呢？全没了。叫他们义务帮忙行不行啊？你去说。哎，你看好有说服力的成功人士怎么样去说服群众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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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网怎么样了？没问题。钢丝准备好了没有？ OK。 摄影机怎么样？ OK。 OK 啊， OK。 所有人准备了， Roll camera Action。他们两个自己上。
不然怎么办呢？还蛮像回事的，是吧？我的如来神掌，重现江湖，武林自传，还看今朝。要飞刀飞剑，掌风响雷响电。哎，收钢丝嘞！快点呐、啊，快来帮石哥把钢丝剪掉啊！哎，没有钢丝啊！没有钢丝，我真的没有啊！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清楚吗？哪儿啊？把它剪掉啊！好了好了，彩霞里阳光下，别来了吧！展露我的青春脸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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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关了吧？过关了。大家看宝宝。英雄出少年。怪呀！吃汉堡包。买点心有点好。这个就是乖宝宝。算你对了。这个。到你。大侠爱吃汉堡。大侠爱吃黑猫猫，神经牛肉全是毛，香港市民添口福，吃过之后洗泡泡。因为只有万佛朝宗才能够克制天蚕脚。要是没有悟出万佛朝宗，就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了。不可能吧？你们的时代才那样，我们的时代就不同了。我们有很多的武器啊，有子弹、飞弹、原子弹，还有氢气弹。再高的武功也没有用啊。你是说西洋武器啊？对呀、啊，他有副天蚕手套就能抵挡得了了。在哪买的 ？7-Eleven 啊？真的，不是开玩笑的呀。哎，我老爸怎么打电话来？没有，打来千万不要说我在，不然要跟我要钱了。谁理你？他向你要钱也是应该的。嗨，我老爸没有人性的，好赌、好色、好酒、好打架，我跟他只学了三成而已。那他不是人喽？他不是人，是作家。他老爸是写小说的，啊，虎蛇，虎头蛇尾的蛇，像不像啊？哎，他的手插在你口袋里面干什么？哼，他趁拍照的时候摸走了我3000块钱。大侠才是汉堡包，你不是大侠。是将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天蚕脚很厉害的，小心点啊！他就是天蚕呐！哼，好小子，居然学会了如来神掌！嘿，你最好快点离开，要不然的话我就……你想怎么样？哎，你别那么老土，说报警。我就是准备这么说的。哇！哎，不要啊！公主，我爱你爱了700年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？天蚕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
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我知道你爱上了这个小子，我要杀了他。你不怕万佛朝宗吗？啊，你已经领悟了万佛朝宗？还没有。哎呦，你怎么干嘛打我嘛？我本来就没有学会嘛，干嘛骗他说我学会了呢？没关系吧，我们换个地方吃吧。叫你别买这个房子，很漂亮。哎呀，快点帮忙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不要打了。盖这个房子的人真是缺德，岂有此理嘛！偷工减料，将来一定不得好死的。哎，老婆，你不要这么说嘛。那我怎么说啊？其实这房子也不错嘛，设计的蛮好的。你看，墙皮也蛮结实的。怎么连脚都下来了？没事，天才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嗯，那还没关系，不管你们女人是我们男人来，你走开，快走开呀！也使出来，我帮不上忙了。你走开！我也发火！我天才发火，非同小可！还是破表！我来帮你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你不要发火，先穿衣服。我知道，你这很多点中他们的笑点，一个时辰之内就会笑死的。与我为敌的极少数，极少数人一定要死。我是说，一定要受到公平而宽大的处罚。废话。云罗公主，我是真心的爱你啊！就算再等700年，我也要得到你。我不要你。阿池啊，快抄家伙来帮忙啊！剑飞，嘿！啊！龙大侠，阿池在那边。我不是龙大侠，我是古大侠。哎呦，好重啊！哎，扫把也行。你不要用你师父火云邪神古汉魂的名头来吓我。我知道你是龙剑飞。哎呦，我说过我不是龙剑飞吗？你们俩干嘛笑个不停啊？快抄家伙下去帮我打那些计程车司机啊！哎呀，连龙大侠也要用兵器，敌人是何方高手这么厉害？哎呦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一定被他们吃定了。他说自己是武功盖世的天坛角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听我说嘛，他是疯人院出来的，他把你当成大侠龙剑飞了。可是他疯得不离谱啊，他是个神经病啊，一发作就乱砍人呢。你要帮忙撑到底哦。好，算你有眼光。我本来已经隐姓埋名不理江湖中的事了，现在既然被你认出来了，正好我跟楼下的车夫在吵架，但是我不愿意暴露真正的身份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打发他们。是啊，难得龙大侠开口，这个忙我一定帮。
我的天坛神功就要练到第九层了。龙大侠放心，任何高手我都不怕。何方小辈竟敢冒犯龙大侠？老家伙，弄个怪物来吓我。哼，嘿嘿，你大家上！用说，你使出了天蚕脚，我只说了三个字而已，就吓得他们逃之夭夭。哼，我跟阿赤去对付天蚕，你立刻保护云老走。啊！说话呢？哇！我这媳妇这力气还真大。天蚕，我们不可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公开我们惊世骇俗的武功啊！龙大侠果然有见地，你认为该当如何呢？在下认为不如上楼再看吧。好，龙大侠，我一定要找回云罗公主。哎，天蚕，你太落伍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地方我都不去，偏偏要留在香港啊？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地方美女如云，像云罗这种女孩子满街都是。不相信你看看。你们两个马上把所有的美女统统抢回来。嗨，这个年代要女孩子不用抢，只要你有钱，他们就走过来。还是花心思多赚点钱。好，好主意。啊，终于开窍了。明天你们俩跟我去钱庄抢3万两黄金回来。不行不行啊。不去就毙了你们。这不完都走了。就是啊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样东西给你们吃。把这个给我吃下去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你专门是养虫的？废话。吃了它。哎，这什么虫啊？这叫天蚕虫。你们吃了以后，如果想开溜，我只要敲你命。不要敲啊！我们马上会肠穿肚烂而死。怎么搞的？其他的小虫还没孵出来。哎，好呀好呀，老天有眼啊。你走运了，我还一条大的藏后呢。老婆救命啊。
哎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世风日下，为了贪生怕死，居然随便认我做老爸。快吃吧。吃了他。龙大侠，我们明天一起去钱庄好吗？不好了，从明天开始我要闭关十年，苦练如来神掌第十式，在这十年之内，我武林至尊的头衔就由你来替代。龙大侠，刚才所言是否当真？当真，我们大侠辈啊，一言九鼎，后会有期啊。我还大侠辈呢，再混下去我就变成孙子了。我腿都软了。一定要绑这个东西吗？当然要啊，先是抢劫，被人家认出来就完了。哎，到了没有？哎，就是这家了，这家最大了。对，最大了。好，哎，你们两个去抢三万两回来。三万两？哼，不去就毙了你们。快去啊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耍耍他。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抢，这里面呢有我们的内奸。哎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内奸。你看啊，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内奸卡。哎，借光让一让啊。看着啊。少林，少林武功吓坏人，被人打得昏腾腾，一个耳光就完成。给谁？这不拿到钱了吗？小老弟，你真有一手啊！过奖了。好，你们俩让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少林武功吓坏人，被人打得昏腾腾，一个耳光就完成啊！给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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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钱。哎呀，不给钱是吧？好，等我把你抓出来，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子。嘿呀！怎么没人啊？这小子轻功不错，跑得还真快。追不上我们，快闪呐！哎，快呀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一定是个大残后的作怪啦！哎呦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快回去找他，要不然我们就死定了。先生，要不要给你们叫救护车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己走就行了。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回来了，为什么要逃走？哎呦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犯什么法？我武功盖世，管他什么法，我最大，港督最大。什么是港督？就是知府大人了。好，你们两个带我去，等我宰了他，港督由我来做。怎么办呢？去了再说。走。不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了，被你吃了。哎，老婆，那天我上台演出，精不精彩啊？你唱戏呀、我是百听不厌，真了不起。走。哎呦！他是谁呀、他就是港督啊！我是港督。是，你看，他穿官服的样子。
果然是朝廷命官。妈妈咪呀！苗疆，七色教蓝面妖女。哎，是是，小心她的阴婆功啊！请你手下留情啊，押我上车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可别杀我。你入我魔教，奉我为主，如有违教规，生子世世为贼，生女代代为娼。他说你如果违背教规，生儿子会黑社会，生女儿当妓女，便宜你呢，两种都有得赚了。拉得真兴奋刺激劲够未有一个意乐，如东海这伴随去轻松领略他。他现在真的以为自己是港督了，怎么办？你打电话报警啊！啊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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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当然了。哎，干什么？通话。什么通话呀？跟龙大侠说一些话了。说些话？龙大侠在闭关呢。就是闭关太闷了，跟他俩聊天嘛。喂。喂，龙大侠吗？我们在山顶道18号等你啊，你听清楚了，我们等你。哎呀，我不想插手这件事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哦，你很想念天蚕，那我带他来找你哦。千万不要带他来啊。哎，你不要不来哦，不然改天你生疏如来神掌向我挡狼的时候，我可不理你哦。你不要笨到杀鸡取卵，记住啊！哎呀，我最多帮你去报警啊！啊，嘿，那我等你啊，拜拜。龙大侠要来啊？是啊，一起 happy 嘛 ，happy。不想走开，我们已经到了山顶道18号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你们绝对没有机会逃走的，快点放下你们的武器，释放所有的人质，出来投降。这是最后的警告，如果你们在5秒钟之内还不出来投降，我们就要使用武力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站。天龙威呼叫天龙兵，听得请回答。天龙兵，哈喽兵，轰隆隆的你。现在继续为您报道，目前估计调查在屋顶的恐怖分子有40个人，他们都佩戴了高度式现代化武器，警方目前不排除紧急抽调英军来支援的可能性。拉得真兴奋，刺激劲够未有一个意乐，公开这伴随去轻松领略他。哈罗比一郎，拉得有。
面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哎呀，天才很厉害的，您不是他对手，闪一边呐！什么事？啊，我们没有恶意啊，里面那个人是武林高手，他有一副天才手套啊，子弹都不怕耶。嗯，小姐，你们的武侠片看得太多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哦，他们两位是来这里帮忙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从清华社来的，颜真先生他是特异功能表演团的团长，他怀疑里面的狂徒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团员。他的团员？不可能的，我们这么多人攻进去全都被困住了，里面最少有四五十个训练精锐的恐怖分子在里面。急死人了，他都不听我的了。长官，催泪弹已经准备好了，射进去。是。啊，太危险了，了不行啊。请问你们是怎么会知道在里面的那个人的真正身份的？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我们想办法救人要紧啊。我的轻功啊还挺混进去，天才不会发现我的，我先进去看看然后再想办法。嗯。啊，轻功，我的天哪。里面几十个飞虎队的跟我们都吞了天蚕了，他一打鼓我们全都要躺下了。他在看电视？就是啊，他简直是疯狂的电视迷啊，看了十几个钟头了，真希望他看昏了头。这婆娘是谁啊，长那么丑啊。哎，他看见了，赶紧走了。想走？电视，什么人出现在电视他一定会看，而且目不转睛的。周润发，刘小碧志。不对啦，一定是周润发。是我，只要我一出现在电视上他一定会看。云罗，天才，你要说什么？不行啊，为什么我肚子里面有天蚕呢？哎呀，不要怕了，哎，不行啊。哎，大王，哎，有人要逃跑啊，他们想逃走啊。贱徒，竟敢用迷魂大法。想办法救救他呀、他中的脚力实在太重了，一般的医疗方法是救不了他的，唯一能救他的办法
就是我们特异功能里面有一种功能叫做转移，可以把他的脚力转移给我们四个人分担，以我们的功力每人分担四分之一，大概可以挺得住。但是在运功的时候，大家的背心命门穴绝不可以有衣服阻隔，以免妨碍真气流动。哎嘿，严师傅，我的功力最浅了，当然是排在最后面，万一你们挺得住，那就轮不到我了。师傅在上，受弟子一拜，请师傅教我转移大法，把别人的钱都转进我的口袋里。哎，我也很想，不过我还没研究成功。中国的内功是靠每天打坐强化自己的呼吸功能，把分解食物能量的功能提高到十倍甚至是一百倍，发挥出来的力量当然就比一般人高，但是也只限于本身的力量，我们的特异功能就不同了。有什么不同呢？人类是充满能量的灵长类生物，根据爱因斯坦物质不灭定律，人死了一定会有能量留下来，这种残余能量最多的地方就是坟场。那么猪死了会不会留下能量？牛也被你吃光了，要不然你哪有这么多精力在这喷口水啊。最近你每餐吃猪肉，我看就快比猪还要笨。原来你常盯着我吃菜啊。当然了，我们的特异功能就是不必靠食物的氧化作用，透过特殊的途径用脑功能引起生物同步共振，把外界的游离力量引为己用。看着啊，亚麻阿弥真神梅拉巴塞，亚麻阿弥真神梅拉巴塞呀。吸星大法是不是什么能量都能吸啊？那也不是，有一些能量是不散的，通常呢一般的人就把它叫做鬼。嘿，你别唬我了，我叫一个出来让你看看啊。嗯，你不相信是吧？等着瞧。玛雅加玛塞，嘿，哼。我要把你砍得连鬼也做不成。呀，唯一能够对付天蚕的武功
就只有如来神掌第九世的万佛朝宗。但是在当年呢，火云邪神传了60年功力给龙剑飞，同时他又吃了万年火龟，增加了100年功力，一共是160年。而你只是吃了半颗过期的大还丹，得到25年的功力已经算幸运了，但是七除八扣可能只剩10几年，能够练成八式已经很勉强了。唯一的办法只有吸收外界的功能。那有什么秘诀才能吸到这种外界功能呢？我教你一句咒语：亚摩阿弥战士梅拉巴塞，再加上你的如来神掌第九式的心法，应该有效。哎，好呀好呀，这种功夫我也要学。你不行，不是说过你的骨骼太差吗？你还餐餐吃猪肉，当心猪鬼附身哦。哦，对了，严师傅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学会了咒语之后呢，就可以充分的发挥万佛朝宗的威力了呢？理论上呢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实际上要是真的打起来的话，那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那也得祖先保佑啊！折腾了一晚，还得靠祖先。闭嘴啊你！时辰到了，天蚕就快来了，大家小心戒备啊！小曼，怎么了？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面很久了，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。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，没有人会笑你的啦。我想我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你就快点说嘛！我想先溜走。啊，不行！阿辉，严师傅那个咒语你记熟了没有啊？刚刚吸进了一些游离能量，觉得精神好多了。哎，我也要吸啊！吸你的头了，当心鬼附身哦！来，天彩来了。不用怕，大家记住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出来。嘿，我最爱听这句话了。我打败天蚕之后就立刻跟你结婚。你不在乎我比你大吗？比我大？你几岁啊？768岁。这样啊，那打完以后再说吧。
什么鬼东西啊？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呢？原来就这两下子，难不难为情啊你？去谢天，去死吧！谢谢啊，天堂大哥，我们是来送行的，这些卡乐 B 还有汉堡包给你当干粮，你要多保重哦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不过有机会我会回来找你的。哎，不要找我。